是我们在首尔订到的民宿，然后因为就是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就订下它。哇，这里还有钢琴，好多书哦，这个柜子也好可爱。早餐台在这里，哇，是雪梅，其实好像就是在这里拍的。然后他写了一个我们的房间，那个蹦蹦的蹦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去看一眼。它里面还有两个小粉色的柜子，是给你可以放东西的。这个被单好可爱哦。我和曼曼都好喜欢这个窗帘，就画画的，好想问他在哪里买的。还有床单也是，还有他的被子也是，嗯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刚刚宣美那个照片里面的床单？好像是，花色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请在这里后期帮我 key 个。最美的图看看是不是一样的，他应该在这个角度拍的吧，看一眼。我没有带粉底，你带粉底了吗？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在恒大，然后我们今天两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始化妆的时候，发现我们俩就是都没有带粉底液，然后我们俩就是震惊，然后就拿两个人就拿那个粉饼补了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临时来选一下粉底液，看一下这个最好看的。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位美女。放小桌子，我知道她在等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凑。哦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对，我们今天还约了朋友，然后我们要赶紧买一个就走。哇 ，Joey， 好美哦！买什么气垫呢？买粉底液吗？这是得奖的，韩国人都买这个。哦，好白哦！哦，真的很白。哎，我觉得韩国的粉底就真的很白。买这个。好。面奶。这个是多少钱啊？38000。38000，差不多200多块钱。哦，这个穷鬼开始计算价钱。站起来啦！哎，我想买那个耶。就那个过期的口红，这里有吗？不能在免税店买吧，省省钱。这个穷鬼又说买不起。但这个颜色有色差，在这里看到黄。那我们今天的购物就结束啦，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。是已经是减了税的，真的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吗？好 ，Thank you。昨天我们不是忘记带粉底了吗？然后就临时去买了一个粉底，然后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。
但是我觉得刚上脸还挺润的，觉得很滑，但是我用到就是后面我就觉得有点拔干，然后感觉脸在浮粉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但是闷闷说他用的觉得还不错，然后还买了一支柔曼的那个014号的口红，然后我现在擦一下这支。我感觉现在光有点偏差，这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粉色，是我喜欢的那种。然后老惯例就是手指上有一点点余的就打在脸颊上。好，那我差不多就要出门了，拜拜。